咁點解要驗生蠔呢？就因為我同阿桑都好中意食生蠔，所以就要驗生蠔。咁同埋咁趁佢而家 set 緊嘢咧，咁講翻少少啦。好抱歉，頭先就係啦，好榮幸就得獲獎曬我座上。咁我多謝張宇明哥拎獎啦。咁我啱啱翻咗工，好攰啦，跟住就過翻嚟即刻唱歌嘅。咁所以好想同大家講一樣嘢，就係好珍惜你身邊 Final Year 嘅科人嚟 4TO 組合啦。因為他們會隨時往生極樂的，他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死了。你準備好沒有？我不行了。好了，我們要表演開始。我要唱新普通話歌。大家好，